双阳科技根据银发族的生活需求以及子女关怀为出发点，开发了 Voice 银发族手机。这款手机除了简单容易上手，还有专为银发族安全、居家照顾、子女关怀而设计的许多功能。让我们继续介绍这款手机有哪些贴心实用的设计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的是折叠掀盖式设计，您不需要再按解锁键，掀盖就自动解锁了。另外，来电只要掀开手机上盖，就会自动接听，这些都是非常贴心的设计。接下来，我们看到手机内建的手电筒，这手电筒有双颗 LED 灯泡，比一般手机单颗 LED 要亮很多。只要按下手机的手电筒按钮，就会发出高亮度的照明。让您在停电或晚上起床时也可以安全的活动。最后介绍手机三个体贴的加大设计。第一大，超大的荧幕字体，让您看手机讯息更加轻松。第二大，超大的按键。让您看得清楚，也更容易操作。第三大，超大的声音，高分贝的来电铃声，让您来电不漏接。所以，贴心的折叠掀盖式设计，两颗 LED 的手电筒，三个加大设计，字体大，按键大，声音大。让您在使用上更容易也更顺手。